我们上堂课讲到佛教的生命观呢、它是从因缘建立的哈、说诸法因缘生。那么这个因缘呢，在佛教的解释因缘呢，佛陀是习惯是把因缘呢分成三块来看，就是过去的因缘、现在的因缘跟未来的因缘。我们看经典，佛陀在解释因缘呢，是分成三世的因缘来观察的。那我们现在是叫做现在吧，那我们现在对望过去，就是过去跟现在这一块的因缘呢，我们叫做承受果报。佛教徒对承受果报啊，你看佛陀的开示只有让你看破放下，佛陀不把心思啊放在这一块，说我很痛苦，我要干嘛干嘛，佛陀说你在浪费时间。所以下等人是活在过去，你过去活在过去不能改变呢、你能够重回到过去去改变你自己吗？不可能嘛。你能够回到昨天吗？当然不可能嘛。所以下等人活在过去，中等人活在现在，上等人是活在未来。你真正能够把握的是你未来吗？你说我很痛苦，我怨天尤人，你怨天尤人业力就改变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说佛教徒埋怨是没有用，打妄想也没有用啊，该来会来。你说我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以后成功失败，整天打妄想，他不会因为你打妄想而改变，他成功你会成功就成功，你会失败就会失败，你打妄想是白打的。你打妄想的心态还好持咒念佛创造一个善业力更好。所以佛教徒对今生的成败尽心尽力，凡事尽心尽力啊，成败交给业力啊。佛教徒把今生的成败是要放下的，因为这个跟过去是有关系的。我再讲一次，过去的业你做不了主的，但是未来你是可以做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错用心，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要去改变过去，所以把你的生命浪费掉了。你忘了你应该是要去创造未来的，所以你把心思放错了，你把心思放在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改变的地方去了。我们再讲一次哈，过去跟现在这一块你不要费心了，该来就来，该走就走，该是我的业我承担，不该是我的业我紧张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对过去只有一句话，概括承受认命。只要你今生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，不要把今生的成败得失看太重，因为这个前生都注定了啊，意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了。我们今生的生命啊，有一半的使命是来还债的，这点你要认识。不要怨天尤人，也不要打太多妄想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但是你说佛教徒很消极啊，遇到什么事都认命，你说对了一半。佛教徒对过去现在这一块是很消极，但是他对创造未来那可积极的，哎呦，你积功累德忏悔业障积极是这样，就是在着眼未来嘛。你一个人你注意反省一下哈，你的心老是在想过去，这不吉祥，不是吉祥。你看你一天当中所想都是跟昨天前天有关系，这不吉祥。一个人你要经常想来生，想未来，你就有希望。所以佛教徒要把心思放在未来这一块，净土宗是活在未来。你看净土宗的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，我今暂作说佛客，不久莲池会上人。他把今生当做客的，我们现在把它当真，到临终的时候走不开。所以他净土宗的人是时时刻刻是把心活在净土的，他把今生当作通往净土的一个跳板，他的心态是这种心态。就你看我今暂作娑婆客，是不久莲池会上人。我今天要回家，我暂时住在这个旅馆，但是我的目的是要回家的。
所以在心态上的因缘观呢，过去生叫创造生命啊，过去的思想创造今生的你，你这块就不要费心了啊。但是转化生命要注意了，你今生在受用果报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你的生命，这点是你要注意的，因为这会影响到未来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那前面那一块的过去创造今生这一块，这个我们就不谈了，了解一下就好了啊，认命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在于你怎么利用你今生的生命去创造你来世的未来，有生命的转化啊。我们看转化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凡圣之别，就是圣人之所以成圣，凡夫之所以变成凡夫，关键就是在这个流转门跟幻灭门。什么叫流转门呢？他的生命的内心世界是触作意受想事，触就是接触，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产生一种作意，然后产生一种感受啊，一个可能快乐的感受，然后这个感受当中呢，你又打了很多的妄想，接着妄想以后呢，就产生一种思，就是造作，你就开始去造作了。凡夫的信念是由你所接触的环境决定的。就说，哎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放逸；我还在佛堂的时候，我就用功。所以你的心是做不了主的，你的心由外境决定的，叫触。你接触到三宝的因缘，你就善根就现前。你到了染物的环境，你就放逸，就是完全就触决定的吗？啊！但是圣人他不是啊，身为一个修行人，他是以作意在触受想识，就是触就是智慧的关照。我不管遇到什么环境，我自我要求。修行人的特点来自于他回光返照，他不向外攀岩。诸位要知道哈，你一旦向外攀岩，你就跟你过去的业力结合。外境是怎么产生的？那是过去的业力嘛。你一去攀岩外境，你就糟了嘛。那你被阿赖耶识 catch 抓得死死的，你肯定活在阿赖耶识。你活在外境，你就升起很多的感受，升起很多的妄想。然后又继续造业，构成一种恶性循环，或烦恼造业，造业以后得果报，得果报以后又起另外一个烦恼，就是那种轮回性嘛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生在娑婆世界流转到现在还是这副德性呢？就是我们活在一种生命的等流性、轮回性。你前生打什么妄想，你今生还打什么妄想，那你怎么可能改变呢？问题是你不想改变嘛？问题、啊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，你生命要改变，只有一种情况。诸位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你自己想要改变，没有其他情况。佛陀不可能改变你，佛陀是说法让你了解，让你自己改变的。佛陀能够进入到你内心去改变你的妄想，不可能嘛。佛法的整个主轴思想在自觉啊，你要不觉悟，谁也救不了你啊，问题在这了。所以你看佛有无量功德，为什么以觉，佛者觉，用以觉悟来做根本，因为所有的佛菩萨的功德都是因为他觉悟才去布施，因为他觉悟才去持戒，因为他觉悟才修忍辱，他整个生命的波罗蜜的发动力来自于觉悟。我们为什么要受戒？诸位知道吗？就是启动这个作意，就关照。你说，哎，我不受戒，我照样能够花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。我相信你，你不受戒，在某一个条件之下，你会做善事，你会起好念。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外境当中都做好事，不可能。所以受了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不管遇到什么环境，我一定要断恶修善度众生。你没有受戒是我想要断恶修善度众生，我想要就是说你做不了主了，外境决定的，
没有受戒，你可不要刺激我，你刺激我的话我是会骂你的，就是没有受戒嘛。受戒人不可以这样，受戒人那是自我要求的，啊，你对我怎么样那是你的事，我只对我自己负责。他说回光返照，你骂我，我认为说这是我的业，我该还还你，但是我要让这个业 stop 停止了，不能再相续下去了。所以受戒的人他的特点来自于他在每一个人事上多一个回光返照，意念他的戒体啊，就不忘初心嘛。所以受戒是怎么样呢？把你一个我想要断恶修善，把它提升到我一定要断恶修善。其实净土宗也是这样，你不能老是活在我想要往生，我想要往生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大概不会往生，因为你是有条件嘛。你要假设你的环境，临终的时候环境很好嘛，你要假设有人帮你助念嘛，你要假设外境没有人刺激你嘛。所以我们净土宗人很少培养心力，我们的整个功德完全取决于外境来决定嘛，你做不了主嘛。那个已经讲，你一个人没有经过那种心灵训练的人，你永远是活得很被动，因为你活在处，你接触佛什么环境你就起什么想法。那就这是佛陀说了，譬如空中的羽毛嘛，那么是可上可下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训练自己，我遇到事情你要训练自己回光返照，自我反省，自我自觉，自省自调啊。你经过关照，你才能够把你的善根启动起来。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善根是足够用，诸位知道吗？我们多生多劫以来，我们听闻很多的佛法，我们参加很多的共修，我们平常做很多定课，那些善根哪去的呢？诸位知道吗？佛陀常常告诉我们叫金刚种子，善根是不会退失的，即便你造什么恶业它不会退失的。那我们无量劫的造了那么多的罪业，那可也造了很多善根，那善根哪去的呢？在睡觉，在阿赖也是睡觉，就我也是讲这样种子啊，在那个地方睡觉，你现在必须把它唤醒了。我们现在不是说要赶快去造作善根，当然这个很重要，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把你心中原有的善根把它唤醒了，就是主人翁啊，你要醒醒了。我们现在很少人去唤醒自己的善根，一到事情直接反应，你平常的习惯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所以你栽培的善根对你一点用都没有用嘛。我们现在习惯遇到事情慢一点，所以楞严经说啊，不迷不取不动，修行人不要反应太快，这知道吗？反应太快不好，因为反应太快你肯定跟你过去的习气走。如果你想改变的话，遇到事情先不要反应，先关照一下，把你的善根提升起来，啊，先回光返照，你今生到底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要求往生的，你有这个回光返照，你才可以把你的善根启发起来。我们现在在被很多善根都没有拿出来用，都在睡觉，所以你看妄想做主，小人得志，啊，所以现在呢？我相信诸位善根，以你们的善根求生净土绰绰有余。重点就是说我怎么把我的善根启发起来，你只要记住四个字，回光返照就好。遇到事情不要去管外面对错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关照你的内心，向内心中求，你的善根就启发起来。善根只要你关照它，它就要起作用，你一不关照它，它就消失掉，你要向外欢迎它就消失掉。所以说佛陀开示了很多法药，但是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没有把它拿出来用，这问题在这。你的戒定慧的善根平常用的时间很少很少，我们会急着去栽培善根听闻佛法，但是我们忽略的去使用善根，使用善根比栽培善根更重要。
你一天当中，你一生当中听经的时间很少，但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你已经栽培的善根，才是重点。那怎么把善根启发起来呢？就是作业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啊，向内安住，所有的因缘法都是你内心变现的，啊，那么这当中的作业力呢，主要就是向你的真如的佛性中向内关照，就一念心性。一念心性当中呢，天台中提出空假中三观，空观呢发明真空的体性，啊，观想你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的本性本来清净的，啊，这是破除心中的妄想。第二个，向内关照呢，假观，观照你内心当中有它，你只要念头一动，就有随缘的作用，那么开显你心性的功德，啊，信愿持名啊，布施持戒、忍辱等等，啊，这个是假观。那么中观呢，是把空观跟假观做一个平衡，啊，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哈，空观主要的是在空掉过去的想法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过去的想法大部分都不能用，所以你看修行人第一个一定怎么大死一番。以佛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一个经，没有信过佛教信念的人，过去的想法都叫颠倒想。你可能是个好人，但是好人不表示你是个道人。你可能会升起善念，但是善念不表示正念，因为你必须，所以佛教读是什么？先空掉过去。那么假观呢，是创造未来啊，意念名号的功德，意念净土的殊胜，把这个妄想破坏以后，重新建立一个念头，就是假观啊。用这个假观的因缘呢，来启动我们的信心，启动我们的愿力啊。所以在这个内心当中呢，是有这个空观来否定过去，有假观呢来引导创造未来。啊，这是一个整个观照呢，主要是空假中三观，其实主要是空假了，因为中观其实就是空假的平衡啊，就是一个安住真如啊，正念真如，第二个呢啊，顺从本愿啊。那我们看看附表啊。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启动我们的善根呢？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一。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生命的现象做一个解释，说生命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三个主题啊，唯识学分成一熟思量了尽啊，就是是我们的三种心态创造出来。第一个是一熟，就第八识啊，第八识它能够把过去的善恶的种子把它成熟，把它转化成你今生的五蕴身心啊，你是一个男人的五蕴身心，你是一个女人的无印身心，都是从你第八识变现出来。也就是说啊，事出必有因，你过去肯定有这个善恶的种子，你才会有今生的身心世界的果报。那么这个第八识把这个果报变现出来以后呢，第七意识的思量，它把今生世界产生一种坚固的执取，而执着有一个自我。你是一个女人，你就以女人为自我，啊，你是个男人，就以男人为自我，你前身是一个蚂蚁，你就以蚂蚁为自我，啊，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，不管你变现什么果报，我们肯定会在果报当中产生一个自我意识，这个是第七意识，第七意识的作用，啊，当然这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了哈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了尽，第六意识呢？第六意识就是说，当这个果报也变现了，自我意识也产生了以后呢，他开始去明了外境，去受用外境，啊，那么在受用外境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有两个选择，啊，第一个，他活在一种直觉性的受用。什么叫直觉呢？就是外境刺激你的时候，你感到快乐，你就一昧的追求。当外境罪业因缘显现的时候，你产生痛苦，你就一昧的排斥。你的心是向外攀岩的，这叫直觉性的反应。
那你的生命又从第六意识又回到第七意识，回到第八识去的。我们从第八识而来，你又回到第八识去，叫做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又新种子，形成一种生命的轮回的力量，那就很糟糕了。你永远活在十二因缘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到生老病死又产生另外一个无明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怎么样？活在你的直觉的等流思想。你的生命每一天，每一天的身口意的造作，都在加强你一种轮回生死的力量。你看我们临命中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跳脱不了自己的妄想？因为你平常就把它栽培起来，我们自己创造的，这妄想是你自己栽培的，你把它变这么大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继续选择说，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根据过去的思想来思考，那你要离开三界很难的，因为你不想改变的问题。第二个选择，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开始，我现在不管外境怎么样，选择回光返照，自我反省，自我调整，哎，生命产生变化了，你开始摆脱阿赖耶识了。我们到另外一个情况，你看修习止观，进入到一种觉悟的佛性，开始向内，向内，你的因缘啊，是从十二因缘当中啊，开始怎么样逆转的？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，你的我们以前生命叫做顺生死流吗？对不对？你只要开始自我反省的时候，你怎么样逆生死流？你的生死的力量慢慢淡薄，慢慢淡薄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上说，我们一念心性有两个开关，你的心同时记住一心二门，那叫不二法门。你遇到事情，你习惯性把事情归作，把这个所有的生命是向外攀岩，活在外境，就处。你启动了生死的门，生死之门打开了。你的来生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生死轮回，没有第二种情况。因为你自己把这个生死的门打开了。第二个，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回光返照，你打开的解脱之门，菩提之门。所以这两个门在心中是同时记住的，一心记住染净二门，看你要把哪一个门打开吗？佛陀不能主动救拔我们，我们要知道哈，佛陀只有唯为说法令解脱。你看众大师说，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亦非受拔有情苦，非将己得自益。佛陀不能把功德输送给你，佛陀也不能够用他的甘露水在洗你的罪业。你看，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亦非手拔有情苦。你在痛苦当中，佛陀也不能有他的大悲手把你的痛苦拔掉，他也不能把功德送给你。那佛陀出世干什么呢？唯为说法令解脱。佛陀把他的真理宣扬出来，你自己读了以后，你自己自我反省，自我开启你解脱之门。所以佛陀只是一个真上缘，你生命要不要改变是你自己说的算，你自己决定的，看你要不要把你自己的善根启动起来。好，那么当我们开始启动善根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往空观的清净心，往这个假观的庄严的净土心往的方向跑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你的生命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个，你选择向外攀岩，活在你的直觉性的想象，你打什么妄想，你就住在这个妄想跟他跑，那你就是轮回性啊。你遇到妄想的时候，你回光返照，不随妄转，忆佛念佛，你就启动了解脱之门。这一部分佛陀不能帮我们，所以生命是你自己决定的啊。好，我们看附表第二。那么附表第二就讲得更清楚了，就第六意识在受用外境的时候了，这个了就是包括的啊受用跟想象啊，这个明了包括受用果报，第二个产生很多善恶的想象啊。
那么我们一念心呢，你可能会产生流转门，就是随顺妄想啊，就是所谓的为识所现，为识所住。那么唯识学把这个妄想的产生啊分成两种，第一个叫为识所现。为识所现在楞严经上叫做寻业花现，寻就是遵循的寻，业是业力的业。什么叫寻业花现呢？比方说一盆水，我们的业墙我们看到是水，善业墙嘛，鬼道众生看到是火，天人看到是琉璃地。所以为识所现就是说，你的识当中，你的心识当中有善业，你看到的生命是美好的。你有罪业，你看到外境就是痛苦。你看我们同一个家人在住，一家人哦，吃同样的饭菜，住同样的房子，有些人活得很快乐，我有些人活得很痛苦，这怎么解释呢？这跟你的内心世界、内心的善恶业有关系。所以为识所现这部分你不能做主，但是你为识所住，你不能住在你的妄想。当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产生一定的感受跟想象的时候，第一念不能怪你，所以佛法不责怪你第一念，所以佛陀自戒是从第二念自己。因为第一念是你过去的等流习惯，从这个地方治你强人所难，所有的戒律都是从第二念开始制定的，第一念邪念不犯戒。但是你妄想产生的时候，你没有产生回光返照，继续的相续的安住在这个地方，开始治罪，第二念开始治罪，就是为识所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可能没有妄想。你说我修道没有妄想，那是骗人的了，那可能你没有发觉妄想，你连发觉妄想障碍都没有发觉。我们是做到怎么样呢？不随妄转。不是说没有妄想，那你是等觉菩萨都还有多少时还有点维系的妄想呢？但只有佛不打妄想呢。我们是待业修行，怎么没有妄想呢？阿赖也是在那个后面不断的释放妄想呢。我们临终什么叫正念呢？不是说临终不打妄想，不是这意思哈。就临终打妄想的时候，你自己能够回光返照，不随妄转，这叫正念分明。正念分明不是没有妄想，是你自己能够做到不随妄转啊。所以我们为识所现是不可避免，当业力要显现果报的时候，显现妄想的时候不可避免，但是你不能住在那个地方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启动自己的观照力啊，从止观当中呢，从空观意念真如呢，启动自己的真如的力量，假观呢来顺从本愿，来启动我们来世的往生。在修行当中啊，安住是很重要。我们讲金刚银河因住银河相互其心啊，其实安住力比调伏力啊更重要。我讲一个实际的公案，诸位参考一下哈。这个公案是我们在读佛学的时候啊，我老和尚说给我们听，他亲自看到的一个因缘啊，说在过去在上海啊，有一个林居士双木林。这林居士他事业做得很大，到晚年以后呢，他修了净土。一个人修了净土以后，就开始思考来生的问题的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今生也活得差不多了啊，他已经不再思考今生了，开始为来生准备，他就开始要念佛了。太阳快下山了啊！那么他念佛，他把他的财产哪一部分呢？买了一个很大的道场，把它盖一个道叫颐岩啊，颐和园的颐和园的颐岩。他不但是买道场，他自己也每天参加公修。那么当然他公修也很精进呢。后来他晚年生一场病，就往生了。临终的时候，因为他平常跟人家很多人结缘嘛，所以他结了很多善，临终很多年有帮他助念，他自己也回光返照自己的善根，外在的助缘也特别好，内因外缘都具足，所以他正念现前，脸色非常的红润安详。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他娶了两个太太，
他跟大老婆基本上没什么感情，但他跟小老婆感情特好。那么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小老婆刚好现前，他小老婆没什么学佛了，就哭啊，说哎呀，你不能往生啊，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？那么因为这个邻居是平常对于小老婆的感情啊，没有对峙，平常没有关照，所以他那个种子是一种坚固的直取的种子都在的。诸位知道，有种子又有外境的刺激啊，心境结合，他肯定起现行的。所以这小老婆一生，她的哭泣的声音，那种带有感情的哭泣的声音，就唤醒了林居士对这个小老婆的爱着。结果他当下就整个心念一变了，这个相貌就改变了，脸色就不好看了，就往生了。往生由他儿子没多久做一个梦，梦到说啊，他投胎变只小狗，他把那个投胎的环境呢、啊，后来他是投胎到香港去了，那个地方还描绘得很清楚。他儿子寻那个地方去找，还把他找到这个狗，把他要回来。哎，就是这个狗啊，是这个白色的狗，头上有个黑点。后来他儿子就把他送到地前老法师的道场去放生。那么这个地方公案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一个人平常打了很多妄想，但是也栽培很多善根。问题是你临终是善根起现行，还是妄想起现行？这部分我们做不了主。但是你今天就是说，关键点到你安住真如，妄想不可怕，但是你如果坚固的住在妄想，它就变成很有力量。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样摆脱妄想的执取跟干扰，就关键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啊，其实在修行当中先修空观的哦，你要先做到不随妄转，然后再能够忆佛念佛，这才坚固啊。那我们看下一段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第三段当中，附表第三，这个一心三观呢，这个很重要哦啊。我们怎么样去唤醒我们的善根啊？空假中三观呢、啊？第一个，我们看第一段哈，这是楞严经的一段经文啊。我先念第一段哈，大家，我把它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哈。阿难，如由未明，一切浮尘诸幻妄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解明题。如是乃至五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殊不能知生灭气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延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求一气来明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好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怎么安住啊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你一定要安住真如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他先讲这个真如的心跟打妄想的心呢、啊，其实两个是同时存在的啊，是不二啊。佛陀说啊，阿难，你还不了解啊，我们心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妄想，这个妄想像什么呢？像空中漂浮的灰尘，它是不断的上上下下不断变化的。这个妄想像什么呢？像这个魔术师所变化的虚妄之相。它是虚妄的假象，不真实的。那么这个变化又不真实的妄想是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但是因为你的业力的和，所以就有这样的外境来刺激你。所以外境你不能怪它，因为你过去造这个业，业力和的时候它就出现这个妄想，当业力消失的时候，这个妄想就消失掉。所以它的相状是妄想，但是它的本质却是我们的妙觉明体，妙觉之体，妙明之体，是我们的真如佛性。也就是说啊，妄想你要不执取，它当下就是真如；你要执取，它就变成妄想。啊，一念方动乌云遮啊，一念不生前体现啊，所以妄想跟真如两个是同一个东西。那你起烦恼，你就变成魔王。你要回到佛堂忆佛念佛，你就变成佛陀，同样一个东西。啊，那么
问题就是怎么转，我们怎么把妄想转成真如呢？看下一段。那么妄想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如是乃至五蕴六度，从十二住至十八界，这是五蕴身心啊哈。它是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；因缘别离，希望明灭。所以妄想是一个因缘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假象。妄想跟你过去是有关系的，是你生命点点滴滴的一个累积的。过去啊，有一个年轻人啊，这个年轻人他跟一个女孩啊谈恋爱，谈了很多年了，已经准备要结婚了。那么谈了三年，准备结婚的时候呢，突然间这个女孩啊嫁给另外一个男众了，这个年轻人就受不了，就生病了，没办法接受。生病以后，因为他是心病呢，这医生也看不好了。后来有一个行脚僧啊，就走过他的门口，他父母亲看到很高兴了，就把这个出家人啊请到他们家里面，希望这个出家人啊为这个年轻人开示。这个行脚僧他一入定一观察，哦，原来这么回事。他说啊，这叫年轻人说，你先睡一觉，你很辛苦了，睡一觉吧。这年轻人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在梦中就出现一个影像，他发觉他跑到一个大海的岸边，海边呢一个沙滩，这个沙滩呢有一个女众的浮尸，这个女众可能是自杀跳河自杀，他这个尸体啊，这个水把他打到岸边来，然后他看到啊有一个人啊从这个尸体走过来，看到这个女尸啊充满了悲悯的心，讲了一些祝福的话就走掉了。第二个人呢走过来，看到这个女尸也产生悲悯的心啊，讲些祝福的话，把她的夹克脱掉啊盖在女尸身上也走了。第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女尸啊不但起悲悯的心，还挖了一个洞把女尸埋好，把她恢复原状以后呢，他讲的都很多祝福的话，他才走掉。这个年轻人醒来以后啊，这个禅师就跟他讲说：“说你看到了哈，他说你是第二个人。你当初呢看到这个女尸啊的因缘啊，你把你的夹克脱掉盖在女尸身上，所以他陪你陪了三年。他现在嫁给第三个人，那个帮他挖土的。”你应该感到，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所以我们今生是怎么样呢？你今生跟什么人结什么缘，跟什么事，那事出必有因啊。我们是看不到过去而已了。当然我们也没有需要看到过去，反正认命就得了。你知道要怎么样？你知道也是要认命啊。知不知道是不重要啊。你不知道要认命，你知道你还能怎么样？你知道也是要认命啊。所以这个因缘的假象它会不断的出现。但是假象不见得会干扰我们，你一执着它就干扰你，你不执着它自然会消失掉。今生的因缘到底会不会产生障碍是你决定的，你要对它产生为是所现的时候，你要为是所住。这个年轻人要没有遇到这个禅师，这个年轻人就糟糕了，他活在自己的妄想，他总是愤愤不平的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，他走不出他的妄想，谁都救不了他。临命终的时候，你要升起一个妄想，你住在这个妄想，我告诉你，佛都救不了你的。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方法，你要走出你心中的妄想，你才能够去受用弥陀的光明呢。啊，这是很重要啊！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生所出现的假象是事出必有因，跟过去有关的。知道就好，把它放下，啊，那在这个假象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安住呢？看下一段，这段很重要哦。殊不能知，佛陀说啊，很多的生死凡夫啊，之所以一代一代的轮回啊，就因为他不知道在这个生灭气来的身心的假象当中呢，他的背后的本质是如来藏性的，这真如本性的，他是常住的。妙明的是不动的，是周延的，记住四种功德，常住妙明不动周延，它是微妙不可思议的真如佛性，
那么在真如佛性的当中呢，去看生命的气来迷悟生死，都了悟所得，这个地方非常重要。佛陀在楞严经把生命分成两部分，一个叫因缘假象，一个叫真如佛性。因缘假性是变化的，真如佛性是不动的，是妙明常住妙明不动作缘的。那我们一般人是活在假象，就活在过去的因缘，所以把我们牵着走，造成一种生死轮回的恶性循环。过去造了一个业力，业力变成假象，又活在假象当中，又产生另外一个烦恼。所以在楞严经当中的观念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把心带回家，从因缘的假象的安住回到真如本性的安住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我再把它念一遍哈。性真常中求一气来明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我们楞严经的人生观呢，就正念真如，就是说你要站在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的假象。所以我临终的时候，我凭什么能不随妄转，跟你心中的安住的点有关系，你是不是安住了？我再讲一次哈，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，你本来没有这些东西的。说回来，我在新加坡有一个人，他特别喜欢他的小儿子啊，他对这个小儿子的假象，他肯定过去生结善缘嘛，他对这个小儿子的假象就是永远放不下。后来我告诉他说，其实你本来没有这个小儿子，你本来没有的。你本来有吗？你本来没有。我们本来都没有这些东西的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人生是怎么回事的。楞严经讲一个观念，我们怎么看人生呢？才能够不会被他所转呢？就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了。楞严经在看今生啊，是认为今生的生命是没头没尾，你本来没有，后来也没有，就现在有而已。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嘛；因缘别离，希望明灭嘛。你本来有，你今生生命本来就有的吗？不可能嘛，那就自然外道才自然有嘛，因缘有嘛。那么因缘有，它是有时间性的哦。诸位要知道哈，你今生的所有的东西，你本来是没有，你是本来是清净本来的嘛。那是你造的很多业，业力去熏习真如，它希望显现嘛。所以，我们今生的生命是什么样？本来没有，死亡以后也没有，后来也没有。所以生命是什么？没头没尾。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生命不是让你来受用的，生命是你来历练的。如果你把今生的生命当真，那你临终要往生就很难了，因为你跟今生的因缘咬得死死的，你临终要把它拔开来，谈何容易呢？如果你对今生的因缘假象还是咬得很紧，还是坚固的住在那个今生的假象，我告诉你，临终你要拔开它，你拔不开的。所以我平常咬得很紧，临终自然会松开，没有那回事情呢。你要慢慢松开对今生的执取。所以在这个楞严经当中，他的人生观是认为，你本来就没有烦恼，从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当中对视烦恼，从本来就没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，从本来就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死，这叫称心起修。这句话你们听懂吗？我再讲一次哈。如果你认为本来有烦恼，在对视烦恼，那你就很辛苦了。那这个是世修没有理观的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不能站在烦恼是真实的，你本来就有烦恼的角度来对视烦恼，那你糟了。他是无始劫心习所成。
你今生的修行那些功夫，你根本是小孩子跟大人打架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手。所以智慧的观照是很叫善巧，波罗波罗蜜啊，就波罗波就是善巧力。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本来就没有这个妄想，就是安住真如嘛。你要站在真如的角度来看妄想，你的它是延生延灭的嘛，你理它干什么呢？你今生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本来有的，都是因缘的假象。你过去没有，未来也没有，未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。所以重任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啊，让你从过程当中呢去积功累德，去创造未来，如此而已了。所以你不断的这样思维，正念真如，意就是说你经常把心带回家，你慢慢对今生的所有的身心世界慢慢的松脱，你临命终的时候才可能正念分明了。放下你心中的执着，执着是慢慢来的，离可顿悟是要渐修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回光返照啊，你本来无一物，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呢建立你的生命观，这就是所谓的意念真如。啊，我们这次课程有三个意念，意念真如，意念弥陀的名号的功德，啊，意念真如佛性，意念名号功德，第三个意念净土的庄严，三种意念达到临终的正念。好，那么第一个呢，启发我们心灵的力量，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意念真如。你要不断的告诉你，问你自己，意念真如只有一句话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诸位要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的生命的原点是什么。佛法的角度来说，以邓元界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是从真如佛性而来，我们从本来无一物的空性而来，我们也回到空性而去。当然说，你说我从前身而来，不对，你前身不是长这个样子，你前身的色身不是这个样子，你前身的想法也不是这个想法。我们不是从前生的果报而来，当然我们是从前生的业力而来，但是不是从前生的果报而来。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？诸位知道吗？你知道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吗？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是本来无一物的。我们从本来无一物而来。你一个人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很难修行的。你在这个因缘当中，你转不出去的，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你转不出去，你找不到家嘛。在严格的标准，你还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，你这个人修行是还没有上路了，哎，是不是在你在市区中打转，你还找不到高速公路。入道多辛苦啊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本来面目，你才能够生命产生根本的反转，你才能够在因缘假象当中做到不迷不取不动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当然佛法也不是说，啊，我因缘假象是假的，那我就把它否定，不对，不能执着也不能否定，叫旧路还家，该来让它来，但是你把它当做历练的对象。佛法不能够否定因缘的，你逃不掉的。问题是你面对因缘的时候，你怎么调整你的心态？这叫转世成智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转化生命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心灵的力量啊，主要是有两块。第一个呢，我们了解到我们是由过去的因缘创造的，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同时在创造未来啊。但是第一件事情，佛法要面对因缘之前，先把心带回家。我们不能马上去处理因缘，因为因缘太复杂，业力太强。我们是先修空观，把心带回家以后，再重新面对因缘。你要先回家，否则你一开始就面对因缘，你肯定被因缘转带着转了，这个力量太强了。
你要彻底的了解，你本来没有这个因缘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个因缘的暂时假象，你才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个因。所以空假中三观，第一个肯定先修空观，消灭你的执取，你才有资格修假观，面对因缘，借假修真。所以楞严经佛陀在跟阿难尊者对答的时候，他不断问你自己：阿难尊者，你不要老是活在现在的因缘了。他经常问你：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当我们把生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会被现前的因缘所迷惑吗？你要先跳脱今生，回光返照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找到家，你才能够真实的安住，你才能够真实的安住，才能够不随妄转，这叫正念正入。你生命的态度是在平常就要建立起来，你不说我到临命中再来想，不可能。你平常没有这样作用，你临命中生不起这样的想法的。如果你不依念真如，你临终的时候所有任何一个妄想都可能影响到你，都可能干扰到你。你把今生当真了嘛，妄想怎么会放得过你呢？只要随便一个妄想把你带走了，你的佛号就完了。佛陀不能救一个颠倒的人，所以你肯定要把今生是怎么回事，你彻底的了解的。我从空性而来，我也将往空性而去，今生只是一个暂时因缘和合希望的假象。你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我本来没有这个色身，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。几十年后，我四境界的色身也没有了。我这个四境界的想法也没有，跑到哪里去的？跑到空性而去。我从空性而来，也将往空性而去。所以今生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如此而已。你一定要建立这样的人生观，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因缘，你才能够不随妄转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道心灵的力量，或者讲真如的力量。这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意念真如啊。楞严经上说啊，我们的真如佛性、清净的佛性都没有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一直忽略它的存在，我们习惯跟着妄想走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真如佛性只要你意念它，它就会产生作用啊，所有的善根都要你意念它才能够产生作用的。如果你不意念它，真如变成永远在睡眠状态，那就很可惜了，那你的心中就妄想做主了。你活在妄想，你生命就活在完全的不确定。你到底能不能往生很难讲，要看临终的因缘，你完全做不了主的。你生命你讲的都不算。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生命的被动转成主动，就我说了算，那你肯定要把心带回家，把心带你回到真如本性，你的生命就完全是活在你自己，超之在我，外境干不干扰归你，我要不要安住，我要不要住在这个外境归我，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啊！啊，就印光大师常说的，啊，心常觉照是不随妄转，觉照什么？觉照真如。啊，当然这个地方可能真如对我们来说很生疏，但是你必须试着踏出第一步。啊，其实它对我们永远不生疏，它生生世世陪着我们，只是我们一路以来都把它忽略它的存在。啊，你不断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先想，哎。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，我本来没有这个因缘，但是本来没有这个因缘，我还得要去面对它。但是你先思考说，我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再来面对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平静的，它不是执取的，
我很喜欢这个杯子，这杯子有没有错？没有错的，它是一个业力的显现啊。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，我本来没有这个杯子，是暂时的因缘显现的。你看这个心态就不同，我本来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个杯子，但是我也不排除这个杯子，我必须用这个杯子来修行，来喝水。所以你必须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去建立你的人生观。你不会执着，但是你也不用排斥，该怎么做你还怎么做。你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不会被妄想所这个干扰，被妄想所这个 catch， 就说到不随妄转啊。所以临终的正念呢，不是没有妄想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临终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妄想，过去打的妄想，今生打的妄想，他一个都放不过你的。腊月三十算总账，你平常对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对某件事有什么样的执取，他肯定都起现行。你对视不了，你只有告诉你自己，这些都是本来没有的，都不是你本来有的。你只有一个方法，把心带回家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就是不迷不起不动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比较深，但是如果你掌握这样的方法，对你来说是你会很快的从妄想里面跳出来。如果这个方法你没有用，你就从四相对峙佛号来妄想的，就用佛号对峙，那你肯定入道多辛苦。所以只有四修没有理观啊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你念佛只有今生的几十年的因缘，你妄想是无始劫打的妄想。很多的修行是要掌握方法的，不能硬干的。我跟你保证，你不正念真如，你就是直接用佛号对着妄想，你会修得很辛苦，而且效果很差。你会觉得对是一个妄想，那出现一个对是一个妄想，你疲于奔命的。你如果不用正念真如的方式，就表示你跟阿赖耶是宣战，你跟你无始劫的那个大仓库宣战，你能够调不了阿赖耶识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过去有多少的生命，我们打了多少的妄想，你今生几十年的小小的功夫就敢跟阿赖耶识宣战，那你肯定是失败的呗。这佛法是要善巧智慧的，但是你观察本来无一物的时候，你的心跟真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完全不同，那你看那里完全是一个假象，那你完全是从被动转成主动了。所以这道方法啊，意念真如是很重要的，它可以让你达到不随妄转，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，正念分明啊。那这样的基础建立的，我们后面才讲到说意念名号功德，意念净土的庄严，才讲到我们佛法是先破坏再建立的，佛法是先否定再肯定的。你一定要摆脱过去，你才有办法创造未来。如果你跟过去的妄想纠缠不清，你没有所谓的未来可言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谈未来，那就不是你说的算呢。那你过去是什么习惯，你还怎么做呢？那你活在过去的等游戏，你哪有什么未来可言呢？那算命先生肯定把你算得死死的。所以你正念真如，你才能够摆脱过去。一个人不摆脱过去，你也没有资格讲开创未来，不是你做主的了。摆脱过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心带回家，正念真如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。把你的真如本性唤醒，安住在真如，观察这人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，轻轻地走过去就好了。不要太多的停留跟执着，该面对的面对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要排斥它，但是也不能执着它。你要利用这个假象
来创造未来，积功累德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，先讲到如何发挥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力量啊，就是真如的力量。那么有关法力跟佛力呢，我们后面的课再来说明哈。好，向下文长，互再来回向。今此一报身。